加油！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高二合唱冠军，大队又第1名，那我们高三还能做什么？是不是只剩下破纪录？毎日が色づいて
なら笑える日が来るって今日
そうだとしても抑えきれないこの気持ちを希望と呼ぶなら一体誰に求められるというのだろう。あと一つの涙が一言の勇気が中間不要拖跟上跟上上坡脚抬出来脚底下哎 Go go go快停下来走走走撑下去哇，下雨了哎！这群人太威了吧！走，现在已经上课了，不下课。上课，靠！我饿死你一就抬脚，其他就不要抬。三个预约抬，三二一，然后一，三二一，一二三，一二三，看吗？三二一。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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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汽笛将这趟旅程开启，开始的陌生剧情随着沿途美景渐渐抛去，我们来到这里，还好身旁有了你，才让这段生命的旅行变得如此值得珍惜。3年的回忆充满着你们的身影，酸甜苦辣的经历换来的是永恒的回忆，旅途的点滴还好有你们相依，在这班列车的终点让我们大声说有你们好美。
到这里，还好身旁有了你，才让这段生命的旅行变得如此值得珍惜。三年的回忆充满着你们的声音，酸甜苦辣的经历，换来的是永恒的回忆。旅途的点滴，还好有你们相依，在这班列车的终点，让我们大声说有你们好美。三年的回忆充满着你们的声音，酸甜苦辣的经历，换来的是永恒的回忆。旅途的点滴，还好有你们相依，在这班列车的终点，让我们展开双翼，朝着梦想前进。很追了，不追啊，你还看不出来啊？开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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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了，追了。那时候我没有到，我现在左边是左脚，左边是左脚，等一下，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冲过去，冲过去，冲过去了，冲过去了，追回来，回来。哇塞！快点，你过头了。看，我都看不到。三元都不想跑到、啊，第一棒不能抢吗？看那个什么没办法，看那个，我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所以没办法跳。三元超哥没力了，没了，三元无力化了。哦，张冕弱哎、欸，卡了一下，到底有没有抢跑道、啊？那你跟完了，那你跟蛮快的啊，前面前面可以跑一下下去，干完蛋看不到了，好玩玩。有人挡住视线，啊，谁后面那个看不到哦，移到那边就给你。哦，你那么烂，好烂，一个落掉了啦。十四班是哪一个？看我身手。哎，你刚移错了啦，那一个没有路径啊。是你在推，我没有在推，你在推好不好？我不用拉的。红毅，他在慢跑哦、喔，他在散步哦、喔，追过了，他被追过了，哇！他有紧张，赶快去。红毅加油！这样到了吗？红毅要被追过了，要被追过了，我都拍不到啦，有点蠢呢、欸。因为我根本看不到，等一下来了。哎，一鸣别慢了，追，追。干，我一拍他就不弄了，真的，过了，我们应该拉住你，对啊，我太废了啦，这不要，我不行，这样换两个人，两个人绝对拍不好。那谁，中强，强哥，强哥，强哥，接棒有点错哦。我一般都换几次了。后面是哪一班？十五吗？大概吧。中强加油！中强加油！计划变成 full pack。等到我翻下墙的时候，撞到我。
哎，撞人还蛮，对啊，骑士力还蛮。加速了，加速了，你看他加速了。哦，是，这是加速了。这是谁？羽球毛吗？羽球毛，羽球毛。羽球毛啊，羽球毛啦！他只会打羽球，都不练习啦。哦，我腰快闪到了。耐力呀、啊！你是要练球，跑快一点，快点啦！不练球，不练跑，让他干嘛？怎么又光了？来不及啊！冲快一点好不好？等下被班长骂啊！看右边了。来，我来。有点被追到的感觉哦。这样子有点不好，不好。好嘞，跑。毛都掉光了，还羽球。哦。看，我还是右手空档。陈柏霖，陈柏霖真的变快了，我觉得。对啊。你是肉脚吗？看不出来。超慢的。这是陈柏瑞吗？这是陈柏瑞吗？他一直在低头沉思，他想什么？陈柏瑞，他不会累，不会累。慢慢来，配速，配速，配速。对啊，这完全忘记跑了。陈柏已经五分钟了。看到，压完。是谁啊？这么快？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没关系。博瑞啊，这是谁？来接。变刀。小美没跑马，换手了。换手了。他手改了，他手改了。手改了。超级玛丽啊！超级玛丽。快点给他抢回来了！没练有什么？没练啊！他没练，他没练啊！为什么？大家知道了。没练，快点，没练，快点，没练，变成冷掉了。提加车，提加车了。我每天都骑二十公里。好快啊！他步伐好大哦。还偷看别人，真的很白目。感觉到没？中奖路径呢？配速，配速，别那么快！这个是李太阳吗？啊，李太阳不是蛮快的吗？我们特写他力劲好吃。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看在哪里，在哪里？左边，左边，左边，进来，进来，好。特写力劲好吃。都没有看到我跑，第一棒。然后那个锥子撞人呐。十四吧，现在应该十四。老师接过。分数高，哇，好快！分数高，他也没用力跑哎。二脚，看得出来没有？没有下去跑，不要只出一张嘴啊！就是要出一张嘴。我走了。你要去哪里？对。蛮快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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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追不到啊。太弱。看那个是怎样，一定要在那边练。我就那时候我在想啊，就是从中的那段很容易他是没想到啊，抢没力了，没力了，没力了，杨大，再见，再见，再见，哇，强棒，强怪型的，看这个一定要缩小，这追不到，强棒，黄总，黄总，啊，够够够小，够小。快点啦，加速了！嗯，好大哦。好。到底哪个是十，哪个十五啊？这是十四。小米哲加油！快点加油！
我靠，其实其他好远哦，拉我就没有拉到，我拉开，刚刚刚才在那个十四班金丸刀那里上来拦拦拦，他刚才在那里，朋友，朋友。重要，新血，往右转，往右转，新血，看他，看他，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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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他一直往左转，人家拉重要，他一直往左转，奇怪，那个一定要在那边练吗？可不可以请他先那个借过一下？他开始左右吧。羽球嘛，你学弟啊，叫他先那个让我录一下。我们一人一群让他打，那一群吗？对。他没有权威啦，好不好？不要权威啊！对，人家没权威。谁？子明吗？篮球吧。啊，真的。听到。有这个谁在冲啊？子明啊！哎、欸，我们忘记压那个重新了，我刚才压，没关系，因为少三十秒而已吧，少子明这一棒而已。停过一次了，停过一次了。不要挡啊，同学。加快一点啊。那是谁？那是别人啊。好，对不起，我以为。你没力了。阿呆。看，真的不能这样跳，只用手跳。阿呆快一点啦！阿呆加油！往前请啊！你要去看电影？我要写真证啊！真的很多人，一起棒了。真是我，真是我。刘厚宁。好走，拜拜。可是我们家追十四，我们家追十四。四班就是3000，对啊，他们没有练，嘉勋，没力勋，没有，他等下没力，他改成死后面死，嘉勋加油 ！Temple 左脚架松掉了，左脚架，前面前面，倒追，你整个都拉起来了。他在哪里啊？他滑倒。他刚刚小天跑到。他在哪里啊？在那边，那边。哪一个？接棒这个吗？不是，还没到的那个。啊，还没到那个。靠。没力的那个。哇，这个要调，这个要调。谁？小天。看，这一定要调。最到。小天太快了吧。快啊！好，调。小天加油！好，停。要下一棒。他拉很近，看那个这么白目哎。他有中固剂吗？拉球场。对啊。然后他们不是爆发。好，另一个。阿秋。没事啊，哎，快点啊，大哥。想我？没事啊。再打手球。快点啊！不要再打了，好不好？投入没力了。他跑很轻松哎，前面那个真是好奇怪，他打太多，追上去，追上去，追上去，是病人了，是吧？这次播报一点都不精彩，上次梗都用完了。松皮也没力了。啊！不要被撞开！啊！故意停下来啊！阿甘啊！阿甘黄宇啊！我怎么感觉贴在一起啊？好，上路是吧？中奖结果。刚才是我双打他的，算了，干得加油！没有，那个是。
爆发力型的，甘蔗山是耐跑型。对，球不会打，跑步跑得最快。我先讲，接我棒，要站出来好了。接棒的时候，后面的那一个人，他棒子拿到哪一个部位，是前面传棒的人的责任，你知道吗？就是说，接棒我们最好是这样，站出来，最好是让他接到尾端，这样子他出来之后，他要传棒才要换手才好换。如果你让他拿到中间这一边，他要换手才换，知道吗？因为你一定会敲自己一下再换，丢起来。好，所以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传棒的人，好接，你一定要确实传到最好接的位置给他。嚣张，这个动作记得。然后你传每一次传接，你要去想，这样才会记住，一定要想，有点冥想的感觉。然后接棒的动作，看看三个动作，直接掉了。接棒的时候，我们是在跑。跑了嘛，然后我喊到接，这时候手出来，基本上就抬平，然后他这个动作手很放松，很好，传到虎口这里。说姚鹏，一开始不要跑太快，我生气啊！大小，大小，好，尽量快一点，尽量，尽量吗？尽量电池，还有吗？还有邀约，尽量电池。哎呦，大家，那个林宏毅就是。なき道をがむしゃらな眼差しを
ひたすらにこの夢を大げさな地図はいらない。駆け出して駆け出してまっすぐに道なき道をがむしゃらな眼差しをずっと追いかけて追いかけてひたすらにこの夢现在12月10号中午，不知道几点了，应该12点多。然后大家吃完饭，现在特派记者邓博允跟吴博轩，还有那个翁崇佑，我们来观察一下他们的休息的状况、睡眠情况。来，好，请开门，拍一下王建国。是何松君，是何松君。看到嘉哥在打扫，嘉哥在打扫，嘉哥在打扫，崇光在打扫，光在打扫。OK， 学扫先生，开始。
三年十六班下一棒
もしも涙で何も見えなくて前に進めない時空に向かって深呼吸をして今日もやっぱり雲は流れる破纪录了，破纪录！快点，要讲话。爽！哎，我整天，我整天都没呼吸，我跑上去了。帅哥，有没有想法？突然哭了，好爽！都已经哭了，已经哭出来了。好了，赖哥，赖哥。讲话啦！赖哥，那这样子啊？白球来受伤，你两个伤，你们两个伤，你知道？我刚破纪录的时候好难过，我不敢哭，结果看到大家都哭，我就哭起来了。真的太难过，我去大概躺床要躺一个月了，躺一个月，变小了，真的难过，真的难过，明天见，何立伟，啊，我受不了了，不行，一定要讲话啊，今天我又忍不住了，太难受了，太感动了。等一下，我在弄，好爽，这好爽，我第二爽了，太酷了，我刚刚心都哭了，没有被发现，刚刚就要哭过，我也，是很强吗？为什么？这里我。好，开始啊！首先呢，先恭喜这个大队破纪录，我真的觉得这实在太强了，就是大家真的辛苦了那么久，从暑假到现在，刚开始我有练，但我只会拍照，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讲啊，太夸张了，你等下你自己讲，讲到没电，他已经太亮了，他已经亮了，讲到停，继续讲，讲完，讲我真的这样，太凶了，大家真的太凶了。很努力，好，继续啊！好，学长真的太可怜了。陈一清，陈一清，来发表一下感言吧。讲到他没电啊，讲到他没电，讲话，讲一下话。就在讲没有，你就讲啊，你的感言啊。这爽爆了，真的爽爆了，这爽干，真的没有不敢讲。千六千六按摩，还有人发表感言吗？家俊来发表。好爽！还有人吗？耶！讲到他没电了。还有谁？还有谁？所以我只拿班级，可是我还是很开心。加油团，加油团，耶！还有吗？